实际去布施啊，那我们就透过放生，就要去感受到所有生命的痛苦。因为大海里面有大鲸鱼、鲨鱼、海豚，各种的鱼类。那今天我们是乌鱼，那乌鱼冬天是它最喜欢的。那乌鱼最大的痛苦是它的。小孩子必须被剖腹啊，剖腹取卵。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报纸，还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一个女生被很多坏人，她怀孕了，把她剖腹，小孩子丢出来啊，再把她杀掉。那各位，你看到这个新闻，当然会很痛苦，但是也想到这个业报就是这样。过去他也去抓了众生，把他肚子打开，把他小孩，把他鱼卵拿出来。那就像堕胎胎儿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那个小孩被捏得碎碎的啊，所以那这样你了解了，那以后如果有人堕胎，那怎么超度？他说你多放乌鱼啊，特别那些要被剖腹生产的。因为一只母鱼里面，哇，可能是几百万的小乌鱼啊，所以能够去救那些怀孕要生下一代的动物更好。甚至当然，如果多去妇产科关心那些怀孕的妇女，甚至贫穷地方，甚至被生下来却没办法养的孤儿，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因来对治。过去堕胎的业，也要讲很好的因来回向所有啊被剖腹的鱼啊，或者甚至是人类啊，或者甚至生不下来的小孩。所以佛教要我们多做这样的思维，由思维产生一种行为，因为佛法的目的就是在于普度众生，就要让所有的生命。都像自己一样的快乐啊，所以当然我们出家人大概每天面对着这同样的事情，大部分哦，某某菩萨妈妈生病了，然后呢，希望我们回向给他；某某菩萨老人家又往生呢，希望我们回向给他超度；或者小孩子发生什么意外又死亡了，那对他们的家人亲人而言。很痛苦，那这个痛苦，各位要我们要去修空性的人，就是要去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啊。如果你不能够感受到其他众生的痛苦而为他努力，那佛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佛法的目的就是要离苦得乐，至少对自己要离苦得乐，进一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但是要离开痛苦的果，那我们就不要去造痛苦的因啊。所以痛苦的因，那各位都知道了，来念一下：六道轮回苦，生老病死苦，爱恨交织苦。啊，所以这个世界有生的轮回苦，心的苦，所有的痛苦根本来自于无明。那所以我们无明就是执着这个我，我，我。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修慈悲心来净化这个我。鱼就是我，蚯蚓就是我，母鸡就是我，啊，猪就是我。慢慢你要转移，啊。就说一个人他很执着他儿子啊，很爱他老公老婆，很执着啊，那这个就是一种啊着相啊，所以这个是我喜欢的对象，那这个喜欢的对象就会让你痛苦。那如何改变呢？那就是我们去爱其他的生命啊，多去爱其他的生命，你会发觉那个痛苦就没有了。你觉得你现在失恋了，很痛苦啊，很孤独啊。那如果你愿意勉强你自己去老人院、孤儿院啊，去养流浪狗啊，那你会发觉，哎，我那个痛苦怎么不见了啊？这个叫智慧的意思了。从慈悲里面就断除自己的烦恼，所以不然呢，你就跳脱不了那个执着啊。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痛苦。那所谓痛苦就是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你就会痛苦。所以就像我母亲老了，父亲走了，把我的师父，这些有恩的这些师父，一个一个老了，走了。那对我来讲，那我就要很尽力去回向，去照顾。但是我也一直要告诉自己，不能执着，不能执着，不能执着啊。那要有空性，因为医院哪一个人没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只是你要很尽力，你也不能说研究空性，然后就那所以就不用去看了，反正众生平等，那这样讲就是一种逃避、消极甚至邪见啊。所以这个平等，那就是你对待你的家人的方法去对待所有所有的生命啊。就像这个地方叫慈悲湖，好，后面的物命，那就可以慢慢，我们鸟、我们的鸡送到护生园，啊，鱼回到大自然，蚯蚓，我们现在找了很多很多地方，梁武帝呢，蚯蚓来的，一只蚯蚓听《妙法莲华经》，虽然他听不懂，但这个善根很重要。所以各位，我们跟这些鱼、这些鸡念经，你会问我说：“世间人讲啊，书音念敢听无？”这个叫世间的想法啊。佛法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给他念这些大悲咒、心经、往生咒、皈依、忏悔、发愿、七佛如来，他们就可以脱离三恶道。这个法的价值。但是同时，我还要强调，当我们认真念给对方的时候的力量，是来自于你念给自己的力量。啊，佛教的所谓功德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念《金刚经》，所以我此时此刻我一直在放下自我的一切相，啊，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安住在《金刚经》的空性，就把这个力量就布施给对方了。啊，这个叫折射，折射。啊，像阳光的折射，阿弥陀佛功德很大。那个我用菩提心念阿弥陀佛，对方就得到菩提心的念佛的功德。我用世俗心念阿弥陀佛，那世间的人得到世间的功德。啊，当然就像往生极乐世界九品往生，随着对方的根器。那我想所有人的心，所有众生的心都有菩提心佛性。也有解脱的心，也有世俗的心态，离苦得乐。那你要引导对方
升起怎样的心，那你就用这种最圆满的心态。所以我们给他这些这么多的物命，大家认真的为他念，那这个时候要你消化过然后再给对方的啊，就像各位吃东西，那你必须先咬过啊，咬碎一点啊，然后才能够到胃肠，再经过一道，再给它分解，然后最后才能够到其他的器官啊。那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吸收的更多啊，有大悲心，有般若心经的空性，有阿弥陀佛的悲愿啊，有诚实的真诚的忏悔心，而且发起了一个为成佛的四弘誓愿，然后一直这样消化，所以透过我们这样念诵，所以然后对方乃至各位现场的人消灾排位往生排位附近有情，所以这个地方叫慈悲湖，当初建设的目的啊，就是希望你讲所有往生动物来临此地离苦得乐，所以这边天天为他们布施食物，天天为他们做药供，天天为他们点灯，所以把佛菩萨摆在户外，就是白天或许各位看不到什么，晚上这边可忙了，比急诊处还忙啊！这些流血被扒皮的、很痛苦的、被肢解的，那护法神就会把他们带过来。佛教啊，假设各位这次来参加法会啦，哪一天几年以后你往生呢？那时候你有悲心，那想说，那我现在不想去极乐世界，我想要来帮助这些动物，请问你会不会来这边？你就会来了，然后你就会很想办法去用各种方法把那些被杀的、被吃的动物带到这边来，因为那就是你的悲心嘛。或许你可以去极乐世界，但是你会一直先帮这个，因为你的头一个悲心。但是因为你一直帮这个，你本来是下品往生呢，帮了一年、帮了两年一段时间，好的悲心具足了，佛菩萨就直接引导你去上品上生的地方。那重点我们就是一直一直维持啊，能够帮助众生的一个悲心。所以在佛教里面有各种各类的护法善神、地方神明，所以慈悲护道场一成立，那就有很多护法神。只要你有发愿啊，你讲愿所有死亡蚯蚓来临慈悲湖道场离苦得乐啊，所以我每次都会交代所有护生员的义工也好，法师也好，然后早课晚课是做什么啊？这早课晚课是为了众生，因为他们一直来一直来啊，所以到目前为止老实说也不太容易，因为我跟很多居士法师说，你要有发这个心，你就来住这边，因为这个地方叫慈悲湖。你没有慈悲心，等一下进来就被电到，打雷就打到你啊！因为护法神这么慈悲，这些众生这么苦，住了一个不慈悲的，那当然住不下去了啊，格格不入，就这个意思了。所以我想各位要，我们有悲心，希望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那你有真实的悲心，在你家门口一个地方点药香，每天就观想那些被杀掉的动物，那些痛苦的有情亡魂来临此地，我帮你们念药师仪轨有药香，我帮你们念四十仪轨有甘露啊，我天天随喜诸佛菩萨功德，我为你们念地藏经心经，那请问那边会不会很热闹啊？当然会啊，因为你的悲心才是道场啊，道场不是这个硬体，道场就是因为你有个悲心，那你悲心越大和力量就越大，所以我想真正的道场在我们心里面，只是说我们愿意来放生，那我想各位就了解轮回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一直用一个私心说哦，放生会长寿啊，会健康啊啊，当然会哦，放生有放生的力量，世间第一有力功德，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力量回向来，愿所有有情健康
富贵自在一切满愿，要这样回向。先回向完世间的福报，进一步来愿所有有情体悟轮回道理，消除贪嗔痴，脱离轮回。愿所有有情升起菩萨大悲心，发地藏大愿，成就阿弥陀佛功德啊，庄严净土，摄受众生，离苦得乐，那才是真正最大的放生缘、护生缘啊！所以只要一个讯号，阿弥陀佛，他就接引他去极乐世界。只要你发愿，愿往生，那已经受记了，保证往生净土了。那因为无论如何，我们要去思维，所以就像我们坐在这边，请问我们现场呢，要不要超度啊？苦不苦啊？我们很怕会得癌症，所以佛教里面讲了行为反作用力，我们帮助贫穷者你就脱离贫穷，你帮助畏惧者你脱离畏惧啊，你帮助受苦者那你离开受苦，这是无法避免的啊。当然也希望各位同样要念佛，你要用这个想法啊，这种愿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想法，这是一种实践诸佛菩萨本愿的力量。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愿力，然后你的念佛就等于十方诸佛的力量，因为你有这种大悲心，你有这个大悲心，十方诸佛就合为一体，你变成阿弥陀佛，你的身口意就在实践阿弥陀佛的力量。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放生啊，真正的放生是无边无际的，超越一切的，遍及一切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像大太一样啊，冰冷的天气的时候出太阳了，黑暗痛苦的地狱出太阳了，离开痛苦了。所以寒冰地狱现在不冷了啊，又看到阿弥陀佛了，所以他们就马上就看到百千万朵莲花。好，大家以这样的心态来念佛，念佛不是说一定要打坐念佛，念佛在心里啊。你喜欢走一走，你喜欢动一动，他说的不离悲心，一直意念他们啊。所以念佛要念到会掉眼泪，为什么？悲心啊。所以弘一大师念佛念到悲心交集，那时候掉眼泪往生净土，悲心交集，一方面看到了众生的苦，也被阿弥陀佛的悲心感动啊，心就是他亲见阿弥陀佛，所以亲见阿弥陀佛，感动了，感受了阿弥陀佛的悲心，也了解了众生的真实的轮回苦，所以那时候以阿弥陀佛同心那种震撼，写下这四个字他的遗书。希望各位经常这样念佛，念佛、诵经、持咒，各种修行。不离大悲心，救苦心，不离一种强烈的愿力，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这样的一个动力，来帮助所有众生。所以，但是实际的行为更重要。我想，我们家里前后左右啊，有蚂蚁啊，有蟑螂啊，有各种各种的物命，眼睛看不见的，更是无量无边。所以佛陀说，身为一个佛弟子，特别大乘佛教不慈悲，就不名为大乘佛弟子。那如果慈悲心，那你就要帮助，随缘随力的帮助众生，一杯水米啊，帮助那些孤魂野鬼啊。所以呢，一点点食物帮助那些动物，一点点钱帮助更多的人类。所以以这样的慈悲心来感动护法诸天。所以那最主要是感动自己啦，谁没有悲心都有，问题你要不要发起悲心吗啊，但是你发起慈悲心的时候你不能想别的哦啊，你全部要放下纯然的悲心，那个时候才能够帮助你的痛苦啊。你的儿子正在生病，你一直烦恼心，哎，他生病怎么办，这样来念佛，这样没力量，因为你用烦恼心在念佛，烦恼加烦恼啊，没意义嘛。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念佛，那你要全然放下你自己的执着，对儿子的执着，要全然融入阿弥陀佛的心，这样一心念佛才帮得了你儿子
更要，因为你在帮助众生的力量，当然就帮得了你儿子嘛。所以你能够放下自己对儿子的执着，而帮助所有的众生，那个时候就安住在空性。所以这个空性悲心，你去念佛，那你空性悲心念佛，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不是光跟阿弥陀佛相应，所有诸佛菩萨你都跟他相应了。所以各位要这样子的骗一切处。所以我们大乘佛教所做的都是骗一切处，普度所有众生，帮助所有有情。所以这种爱与慈悲的帮助所有有情的行动，这才是佛法的精髓。如果离开这个，佛法变成一种仪轨，变成一种唱唱念念，那人家说这个叫感情忏啊，有时候还被看不起了。你那人会塞公个的两斤啊，对啊，那这样被批评了。差别在哪里？就差别的动机不一样，动机吧。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握一个圆满的动机。我们现在的社会，不管做老人院、做主任啊、做里长、做校长、做院长、做生意人、做爸爸、做妈妈、做老师，无论如何，佛教不用改变你的职业，才改变你的心态。如果你的心态有这样子的悲心，你自然不会去造那些恶业。不能把伤害别人或伤害其他众生来完成自我的利益，那这样来念佛就没意义。但是我们不舍弃对方，对方不懂，我们慢慢引导他，哪一天他也会懂的。他懂了，自然做不下去，做不下去了，自然吃不下去了。不可能他一秒钟就吃素，或许他素食有善根，搞不好半年了，搞不好一年了。慢慢慢慢慢慢，各位，所以菩萨不舍弃众生啊，慢慢慢慢慢慢就感动对方你的力量越大，他越容易接受感动，所以愿所有人都去体悟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所以爱狗的人爱的像把狗当生命一样，那我们要把所有的生命都当我们最珍爱的生命，所以要如此。所以我想没有恨，只有爱。所以这对方值得你恨，你都要爱他。为什么？这样你就可以消业障嘛。不动，如如不动，你伤害我，我还是关怀你，这个叫如如不动，叫空性。所以如果你被对方动了，哎呦，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动心了，再见了，这样菩萨变头上了，软趴趴，哎呀，爱考了。就像一个女孩子对一个男人动心，哇，这下惨了，比蚯蚓还可怜呢，爱考爱对喽了，然后呢，她也不知道干嘛了，她就是一种苦，那是一种苦，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你要征服自己吧，然后我们一心念佛是这种力量，悲心，所以当你一动心，你赶快要念佛，起了妄念，起了凡夫的心态。起了执着，不管你是恨或是脆弱，赶快求佛加持，先求佛加持你，等你心转了，你可以加持众生所以念佛可以念很久，因为在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状态，一直把不好的调整到好就对了啦调整到后来跟以佛同心。所以多看经典，多听闻佛法，知道怎么念佛，多培养慈悲来跟他念佛。所以我们要大众的法会可能没办法很细心如果各位你在家里拿一把米，一颗米可以喂一只鸟，不懂的鸟，我每一个鸟都是我妈妈，我要为它念几句佛号，念个咒语，第二颗米，第三颗米你很专心所以然后呢，这些米撒出去的时候，连天神都来等你这颗米，就像一个受八关斋戒的人，连天神都要拿你脚上的一点点土因为你用大悲心来念水，你用大悲心来念饲料，你用大悲心来念烟供粉，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家里摆个烟供粉香，还没点之前，你在拜佛，你在做早课，你在诵经，都摆在旁边，因为你要加入你全然的悲心跟诸佛菩萨的加持，然后呢，等一下你一点的时候，哇，那不得了。还没有点就念很久了，点又念很久，你每天都在不离悲心。
但是话要讲回来，就是说所有众生你都要对他慈悲，都要帮助他，不能偏在哪一种吧。偏在哪一种就是没有空性，没有平等。随喜也是一种修行啊，所以各位每天要去，我们的心理要健康，那就都要去想好的事情。如果你经常去想到负面的事情，我好像欺负啊，谁对我不好啊，你就会很不健康啊，气色也会不好，眼神当然也会不好，心中有恨，一个人一生气，你看那个眼睛就开始瞪人了。手就捏起来了，没羞怕 要骂人了、那你当然就有一个不好的外向啊。所以一个人发财了，哇，多快乐，像弥勒菩萨一样啊，有钱了。所以我想，时时刻刻我们要利用各种境界，好好同要紧的是了解自己。所谓好好的解脱，就是看到自性。那什么是自性？那叫做自性佛。因为咱一般的人拢是伫个金钱、爱情、快乐、痛苦的轮回内底，所以佛教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因为咱本来就是一个圆满的自性、佛性、空性，结果咱唔知呀，咱去依靠别人、靠囝、靠翁、靠钱、靠名利，敢若一个跋筊的人讲，我一定爱跋筊，无跋筊就艰苦。各位，免跋筊快乐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安尼，无需要跋筊啦。你这时间来做善事，来看册。或者看佛册，足快乐，何必去跋筊呢？但是爱跋筊的人认为说，无跋筊我足艰苦，咁要起痟啊！啊，刚才一个查某囡仔讲，我若无去谈恋爱，我死死也好安尼。啊，所以伊也刚才讲，某一种物件伊要去掠掉的，这就叫做未伫个世间法内底看未到自性。所以佛陀叫咱戒定慧。你若认识艰苦，感觉咱的生命无圆满，足艰苦。你就要开始去找出家己的真正的痛苦的原因是啥物？那这痛苦的原因叫做无明，就是无了解，无了解真相。凡世间一切，你安怎拼吼？感觉一直感觉很多蜜蜂，几千万只蜜蜂，然后把那个蜂蜜弄好了，结果狼的蛋也都给刮刮落来，白忙一场。他们自己都用不到，他们为了传宗接代，为什么？如果他不是蜂蜜，人家就不会去抢他，所以如果鹿没有角，鹿就不会被杀的意思了。一只动物没有漂亮的皮，它就不会被伤害。事实上，你最骄傲的，事实上是你最大的敌人。那我想各位来。玩意修行，就一直去思维这个道理，思维这个道理，你就不会跟人家抢或争输赢，变道理，甚至用佛教的方法去变佛教，你丢我不丢，你我丢不丢？有时候各位听到这种言论，你就离开，哇，这假霸修行，看见了？修行是我自己有没有慈悲心，我自己现在有没有一个没有痛苦的空性，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呢，要不断的、不断的去思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来参加法会目的在哪里？我在诵地藏经，我。